天空灰蒙蒙，如果你以为是 PM 2.5 卷土重来就错了。监测显示，广州从22号开始已经一连两日臭氧超标，空气质量轻度污染。而据环保部监测，珠三角九个城市臭氧超标率亦超过20%。由于污染物都是大面积流动，治污已经不是一个城市自己的事，而是整个地域的共同话题。治理臭氧就要好像治理 PM 2.5 一样，各个城市协同。而要做到精准治污，需要有大量的数据研究。建立环保大数据平台，就是要共享城市环保数据，做到精准治污。现在都是数据化时代，那个数据的话会更加正确，利用到科技啊去治污啦。省环保厅就说，这个环保数据平台会收集大气、水、土壤污染等方面的监测信息。目前大气和水环境的监测数据还是比较齐全，但好像噪音、辐射和土壤污染的监测网络建设还是相对滞后。这密度在一些监测指标的设计上可能还没有达到学界或者说参照国外的一些经验那么严密的相应的长度。土壤监测是所有的这个污染物监测里面相对来讲这个是比较难的，必须由人工来完成，而且借助实验室，就是花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分析完一两个土壤。他还说，现在珠三角治污已经触及到市民的一些切身利益，比如治理大气就提出车用燃油升级，市民会花多了钱，所以必须要做到信息公开，争取市民支持。你的数据详细呢，你群众都会有可以在自己生活方面在那个想想嘛，用一些常规的方法来列出来，即是大家可以明白。广州电视记者马东明报道。